面也是有人跟着我们呢。哎呀，不用怕啦，有我在。抢劫！打抢没有用到啊！打抢！打抢，给我你的钱。我没有钱的，你打抢错人了。我管你这么多，来，不要，我的背很值钱的。给我。喂，小姐，你长这么大了，你还哭什么？妈咪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啊，别别求你，别求你啦啦。哼。喂，我的背都给回你了，你还哭什么？我要你的钱。小姐，我现在拿出刀嘞，我在打抢你嘞。我不管，我不听，我要你的钱。哇，你这个小渣不啊！啊，说倒霉，说倒霉。那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哇！喂，我钱都给你了，你还哭什么？啊，我的 Rolex 给你啊，我 Rolex 给你。拿拿拿拿。哇！我 Rolex 给你，你还哭？喂，小姐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你的衣服，还有你的裤子。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我什么东西都给你哦，啊，你还有我的东西？阿妈鸡 ，BDS BDS。Hello， 大哥，你是怎样被打抢啊？他妈的，不懂啊！刚才我一个女孩子，我要抢她，现在你看，是她抢我啊！底裤还有吗？有了呢，那还好。你去打算做我？不懂了，再去打抢人家了。打人家。Sorry， 回去一下。我 Rolex 给你。哇！有你的 handbag。哈，不是你不是要讲打抢的？